父親節，唔少藝人喺社交平台分享點過節，王祖藍同余文樂更加揀呢個日子公布喜訊。祖藍上載咗一家三口嘅影片，片入面祖藍問自己係邊個，歲半嘅 Gabriel 話爸爸，祖藍又指住太太李亞男問係邊個 ，Gabriel 話係媽媽。之後祖藍指住阿男個肚 ，Gabriel 話肚肚，祖藍問咁肚肚入面係咩 ，Gabriel 就話係 BB。祖藍留言話：沒錯，就是這樣，父親節快樂。佢仲上載咗一家四口嘅畫，畫入面 BB 戴住蝴蝶結，唔知阿男係咪陀 B 女呢？而余文樂亦上載全家福，相入面仔仔 Cody 件衫印咗 Best Brother 字樣，暗示就嚟做哥哥。樂仔留言話：這是我最好的父親節禮物。佢又用男加女加小朋友加 BB 等於愛嘅 emoji， 表示屋企將會多個成員。而太太黄唐云都在自己社交平台留言话：我跟余先生有做好心理准备了，目前在状况外的应该只有余小老板，还不知道要有人跟他抢玩具了。消息一出，即刻收到大家祝福，在这里恭喜祖蓝和乐仔啊！